汇入部分如果 OK 之后的话，把它汇入进来。啊，我像我这个是用那个云端上汇入下来的，也你当然你也可以用贴的啦，哦，贴的贴到这边也是 OK 的。啊，里面不过那个里面的那个 test view 啦，radio button 里面哈，记得把它重新再做一个了解，好，啊，里面的话放哪些东西？那比较特殊的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它原来的那个篮球、足球、棒球哈，本来方向应该是垂直的 vertical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把 vertical 变成水平的话，就是 horizontal，这个我刚刚有提到哈，那你当然也可以切到那个 test 模式里面。